志偉議員。多謝主席。主席，我的修訂是削減分目000，將總目137削減281,000元，這個大約相當於環境局局長一個月的薪酬的預算開支。主席，其實我原本是計劃是削減環境局計劃的環保回收站，不過是基於程序的問題我做不到，所以唯有就提出削減環境局局長的部分薪酬，以顯示我認為環境局局長是未能夠妥善處理廢物管理這個政策事宜。其實關於環保回收站的問題，我在上一節的辯論已經提及過，我指出如果政府認為有需要地方是進行回收的話，食環署轄下的垃圾收集站和房屋署轄下的垃圾收集站如果能夠全面整合運用的話，其實可以有效解決問題，只需要透過修改目前食環署和房屋署的和清潔承辦商合約，和容許垃圾收集站在個回收工作是由這個清潔承辦商承擔的話，已經可以是非常之有效解決這個問題，根本就不需要再另外花4億元去設立這個是常設的回收點。再者，我們都強調環境局是不明白現時回收政策所面對的問題所在。事實上，如果市場上有價值的例如紙、金屬，市場已經自行處理緊，剩低的就是塑膠、玻璃，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按照目前的處理方法根本就無利可圖。因此政府要想的就是為什麼有價值的資源是人家不會收呢？不收的問題究竟是一個設施的問題，還是一個物流程序的問題呢？我提醒局長，也很希望你記得屯門環保園仁愛堂的項目個案的教訓。當內地未實施綠籬行動之前，仁愛堂的項目是經常收不夠膠的情況，即是塑膠不夠數的現象。到了有綠籬行動的時間，就變成積壓塑膠太多，甚至找人幫手處理。其實局方有沒有反思過，為什麼良好的政策意願到了一個項目居然是處處出錯，也都很浪費了我們的是珍貴的是公帑呢？今天我要阻止環境局推行環保回收站，都是想避免又再一次出現一堆以公帑支持架床疊屋又做不到政策目標的設施。當然環境局一再強調環保回收站做的不只是回收的工作，亦都會做到教育用途，但我要強調我從來都沒有反對要向公眾進行源頭減廢的公眾教育，不過不用環保回收站是否沒有其他更好有成效的方法去推動源頭分類的教育工作呢？流動車得不得呢？是否用到4億元去起這麼貴的18個回收站，而且還要持續給經常性開支去支持運作？當然環境局要自己起環保站，或者實情就是環境局根本不能夠指揮到其他的局跟他合作，所以才有自己的設施。主席，去年財委會討論新界西、新界東北堆填區的時候，我已經曾經問過政府會不會考慮將食環署收集垃圾的部門和環保署負責回收的工作是劃歸同一部門處理，當時政府是斷言拒絕，說不會考慮的。主席，為什麼我敢問呢？其實我想提醒即是我們所有的同事，如果大家還記得在市政局年代，由收集垃圾到最後的回收堆填焚化都由兩個市政局一手包辦，那就不會出現食環署和環保署各有各做互不統屬的情況。事實上如果大家走去問高永文局長去問責，問他，他就會告訴你他的部門做得很好，因為食環署是負責清潔衛生潔淨的問題，不是做回收的，回收是環境局的責任。所以我們經常都面對的問題，正正就是很多原本可以回收的東西
都變成垃圾咁樣送咗去堆填區，亦都係呢個因素，我哋會覺得環境局冇正視到佢自己許下嘅承諾，就喺嚟緊嘅十年咧，係要減廢四成呢個目標。你得唔到食環署嘅協助，得唔到呢一個房屋署嘅協助，得唔到一個係政府部門同心同德去推動資源回收嘅工作，又點能夠實現呢個目標呢？亦都因為咁嘅原因，先至會出現食環署嘅承辦商將回收嘅塑膠轉手就變成垃圾，抌咗去堆填區嘅荒謬現象。我仲記得，我作為市政局議員喺殺局嘅前夕，其實市政局已經討論咗係咪要有新嘅焚化爐。所以當年政府講殺局係為咗令市政服務更有效率。不過從呢一件事睇，殺局反而令到原本由一個部門負責嘅工作變成政出多門，係無從問責。政不出東翼呢句說話咧，其實我由一路同呢一個環境局討論三堆一路嘅時間咧，一路指出。由上年講到而家，我都喺個政策上邊咧，希望能夠藉著反對三堆一路嘅撥款咧，去迫使政府係唔可以將所有嘅係資源回收嘅責任咧、垃圾管理嘅責任咧，只係推咗落去議員通唔通過三堆一路呢個末端處理嘅設施，更加應該係要咧係藉著呢一個壓力咧，係俾到所有嘅政府部門都要同心同德咧，去就住資源回收嘅工作同心合力。但係好可惜。政府一數夠票啦，三堆一路，我相信佢有信心咧，係可以過關。但係呢個過關係咪只會令到我哋嘅資源回收嘅工作咧，又再一次係失望而回呢？如果係得唔到所有政府部門嘅合作，得唔到呢一個係政府部門全力嘅推動嘅話，環境局局長你所許下嘅十年減廢四成嘅工作目標，又如何能夠實現呢？事實上，如果你有巧嘅話，就唔使搞到咧，要由林太、由林鄭月娥司長咧，去整一個跨部門嘅督導委員會，去處理跨部門嘅係資源回收嘅問題。但係當然，司長林司長佢嘅工作亦都遠遠超過資源回收嘅工作，佢仲要面對政改嘅諮詢，所以由去年成立咗呢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到今日，其實都冇功課交。所以你會睇得到。整個政府在處理這個垃圾管理上面，其實就交了給黃錦星局長單打獨鬥，而他是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氹掂了在議會上面的建制派同事呢，是同意是將三堆一爐呢是成為末端處理設施裡面的一個可通過的一個工作。結果我和大家預告，食環署或者房屋署在面對未來的資源回收工作上面呢，會繼續好似以前咁樣翹埋雙手。我希望我呢個講法係我自己嘅過濾，但係從過去嘅經驗咧，呢個係會好明顯出現嘅情況。大家又望一望，當政府討論呢個推動垃圾徵費嘅過程裏面，環境局遇到最大嘅阻力，其實往往都唔係公眾或者市民，反而係嚟自物業管理公司，嚟自同屬政府部門嘅房屋署同埋食環署，因為大家都好驚。如果真的有垃圾徵費的話，管理工作是會很艱難。垃圾徵費的話，這個食環署也都怕隨處棄置垃圾的問題是會燒到頭上面。但如果這樣的話，你都會問到究竟垃圾徵費是不是環境局自己的政策，還是政府的政策？為何其他部門不是從一個協助角度去處理，而反而呢處處制約呢？除了廢物管理的問題，我覺得其他的政策其實環境局都很被動的，或者次要的角色。就以處理不包括土地為例，我是質疑整個環境局有沒有盡力去維護郊野公園的完整性。如果有的話，它有沒有爭取將這些土地是劃成郊野公園的一部分？但我們見到除了西灣之外，其他變成郊野公園的不包括土地多數都人煙罕至，或者是發展村屋潛力低的地方，例如一幅位於西流江的兩公的土地，但其余的地方多數都是以這個法定的圖則去規管。環境局有沒有爭取過去將這些地方是變成自己的郊野公園的範圍呢？去確保我們的後花園能夠得到好好的享用，亦都符合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呢？去年底
本會就不包括土地進行辯論的時候，我亦指出了郊野公園的框架根本不會影響當地居民的權益。我是堅持將這些土地劃郊野公園的原因，就希望政府藉這個方法去表示政府是重視維護郊野公園的完整性，這個亦是環境局局長你應該有的責任。這樣做的時間亦都是向一些企圖開發郊野公園的發展商說，叫他們早點死心，不要想那麼多了。咁但係局長連呢啲咁基本嘅工作都冇做到，反而就係話呢，我哋會見到好多嘅不包括土地仍然係落咗喺呢一個發展商嘅手上面，但係就見唔到環境局係會率領佢嘅係政府隊伍呢去確保郊野公園嘅完整性。呢一個呢係我提出削減環境局局長嘅係薪酬嘅一個原因，因為我認為呢佢係冇好好履行到佢作為環境局局長嘅責任。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